各位观众，我是口红。你们知道在白垩纪的时候，什么生物是最盛行的吗？没错，就是霸王龙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让白垩纪的生物重新重现在你们的眼前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我买了这个木质的恐龙的骨头，要来组装给你们看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组装吧。这是我在大创买的。对，现在大创涨价，可是这还是39元，然后撕不开，fuck you，撕不开。那刀九条切，好，可以看到它的品质非常的，就是39元嘛。然后旁边还有一个说明书。那我们就先把它拆下来，看要怎么组装。它很贴心的附赠了一块砂纸，不知道有没有用处。那我就直接组装咯。总算是把它全部拆下来了，中间还不小心用断了一个，可见这需要非常高深的技术啊。好，那我们来开始组装吧。经历了百般的波折，总算是把它给煮好了。这是暴龙的样貌，给大家看一下。OK，我们让这只原始生物苏醒了，虽然只是骨头，而且煮得好像超烂的，还随时要垮掉的样子，而且还可能有煮错的地方。啊，不过没关系，反正就这样吧。其实那里还有别只龙的种类啊，只是我比较喜欢霸王龙，暴龙，所以我只买这一只。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，我再把其他只买来。不过应该是不会啦，这组的还是有点辛苦呢。大家可以自己去大创买来看看，买来玩看看，你就会知道下次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。OK，孩子。